想最近的苏道清好朋友早安快乐，今是周末，明仔是礼拜了吼，也是咱十天必生功啊，咱的拜道积恩立福啊，咱的这个发挥，今算是上尾工。那明仔呢吼，马英安就是咱的平安福宴了吼，啊欢迎咱的道清好朋友，大家拢会当呢吼，小酒小茶。啊，咱讲来吃一个平安和无娘疼惜一个吼，咱入道场当然着道场无同款的磁场，咱有要做着这个吼，咱讲四点至五点这个时间啦吼，咱要做这个大团拜，嘛欢迎咱的孙亚叔这个莅临慈天必胜宫的道场，非常感恩。啊，这几天啊，感觉讲吼，落雨湿湿啊雨，但是无真大啦吼，嘛未真冷啦。就加穿一件外衫，欢迎咱的道亲光临慈天必胜宫。来，今日头的圣歌呢，咱有按同款然后来安排吼，比较不一样的吼。来，咱今嘛呢是咱的林师姐所要听的吼，讲真久无播啊，来邀请朋友共同做来分享《天路》。这段听到这天路了吼，这节目呢是咱慈天必胜宫为咱所提供的，所以咱对这个宗教应有的认知甲态度啦吼。啊，恁讲，伫网络啊，都咱的吼网友咧讲吼，信道教有什么好处？请你们讲一讲啦吼。
然后呢就说信佛教的你得到了什么好处，也请你们讲一讲啦吼。这就是在讲吼，信多一个教，你有认为家己得到什么好处无？啊，得到好处的人，恁就讲出了恁的心得报告啦吼。啊，信道教得到什么好处？信佛教，你到底也得到了什么好处？意思这宗教应有的认知，咱每一个人拢无同款的这个想法啦吼。啊，有人讲有啊，伫道教，阮会当呢了解这个万法自然啊，无而生有啊，有又反无呢，生而死，死又生嘛，循环不息。啊，混沌之时本无物嘛，天地造化而结成。啊，上无道教这对是咱知影啊，吼、哦。但是咱讲，咱信各宗各教的差别在啥？在理论啦吼。啊，讲哲学甲宗教差别在啥？才伫咧你的信用啦吼，伫咧你的信用。所以呢，咱来讲吼，咱去了解讲，道教是以道法自然，还是讲万法自然，还是讲无而生有，有佫走转去无啦吼。啊生呢来到死，啊死又佫来生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叫做人类的循环不息嘛。啊混沌之时本无物，啊天地造化而结成嘛，有动态之物，以静态之物，所以有。无形的生命之物，嘛是有无形生命的这个，吼、哦，咱俩讲有形跟无形的安尼，为了咱学习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想要去个了解，去个研究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内底伊就种类啊，有科目啊，吼、哦，但是去个分别，吼、哦，都本无名嘛，言又不能尽其理呀、啊，但是呢，为了方便修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去了解参悟自然之道。所以用言语和文字来解释和我们历史这个记载，当然就会产生区别和分类、哦啊、你有区别、哦啊、我们就分类嘛、哦、各宗教因民族性的不同，所以各宗教也是民族性的不同、啊、生活方式的不同、哦、伦理道德基准也不同，而且有不同样的理论、啊、所以我修行方法也就是不同、啊，所以咱袂使讲啊，你信佛教到底有得到什么？哦，得到佛祖的什么好处？啊，信道教得到道祖的什么好处？你得到你知识上啦，对咱家己，哦，认定啦，咱认定咱做人应该标杆在哪里？你信什么教，他一定给你，哦，给你信仰的指标。哦，所以讲，特然一宗教差别在信仰尔嘛，啊，各宗各教差别在理论上，各派系各登门啦，吼、哦。咱讲各堂各门各系，哈、哦，差别与方法。所以讲，因此咱了解宗，咱讲尊重咱家己归属的，诶，这个教派是必要的。但是呢，讲尊师重道，认真学习啦，吼、哦，遵循这个训诫，钻研各种的方法。吼、哦，咱讲深究这个理论呐、啊，修行这是基本的素养。那是基本的素养而已，我们不是去想说吼、啊，信道教到底你得到了什么？你了解到了什么？你知道了什么？的各宗各派不同款呢？每一个人的想法，所以讲哦，各宗教大则同小则异啦吼，拢讲宗教大则同小则异，为什么？伊修行五道，眼以大处，咱着以大处嘛，着眼以大处。心立于天地，心若乌丢啦，见所破破，啊，就会返璞归真嘛。啊，见万物无万物啦，离心照万物，圣者视万物归宗，讲万物凡事究竟无变嘛。但伫这个入道之初呢，学习的当中呢，咱必须爱吼，爱遵循教门，内底有这个教规的。咱学习先师的方法，吼、哦，研究宗派的理论。咱在我都达到究竟理之心境啦。你若无达到讲了悟究理迄个心境，那咱呢学都学无讲啊，恁是要安怎去了解讲？咱今日学这到底对咱有啥物好处啊？无好处。所以呢，伊都网络讲哦，信道教有什么好处？你可以讲出来，提几点来讲。信佛教你得到了什么？哦，也可以提出来的讲。啊，讲每一个人拢讲有哦，他也无心情若歹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拜佛做念佛嘛，轻松，会感觉讲这佛就一种依靠。啊，念佛你嘛有得，嘛是一种依靠。
所以呢，咱就较早佛经，哦，咱就去甲设立个啥较简单念的，就是咒语，互你会当呢简单，卖讲规破种念较完啦。哦，咱道教嘛同款啊，哦，道教嘛是有，哦，像咱的心印妙经，伊就互你敢那亲像咱的佛教的心经同款，道教的清净经也是，道德经吼内底面有一段一段。所以讲，吼，咱呢，加减去甲研究啦，吼。所以咱即马甲听咧，吼，啊，知影讲哦，后壁，吼，咱要学的是啥？啊，加减啊，甲研究，加减啊，甲读，会读到尾啊，吼。咱卖了解讲基础性的到底是对，咱的中心理论到底是对。你总是掠会到了，掠会到根，掠会到基础，吼。啊，你若拢做唔去甲研究，啊，要来去甲行落去。抓不到根，抓不到那个作为基础的中心理论，那么那个真理，哦，内心它还会挣扎，总是会怀疑啦，到底是对啊，对啊，有很多人会问啦，吼，梅章主席，我怕这么久啊，到底这样是对啊，不对？我说你如果没头发插到过草就对，吼，啊，你的家庭还顾了真好，事业，吼，婚姻，大人都很好，这样就表示对，啊，如果是不对，你可能这些你都不顺。哦，啊，那是对，安尼就是会顺啦吼。所以讲，到底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这样走下去？有足侪人问号啦吼。到底我是不是安爱继续安尼个行落去啦吼？如果错了，那怎么样才是对呢？啊，这就是这问题啊。如果你这样走是错了，那到底是自己？吼，咱底下咱家己呢，底下问号，底下咧一个问号，到底要决定。要不要再走下去？如果咱行呐唔对，那安怎个就是对的？然后人家咧否定讲你行安尼唔对，那你就换你个反问：爱安怎才是对的？啊，如果安尼是对的，那又何呢？伊看未到前面的迄个路，如果找未到休息站，更免讲是终点站啦。啊，所以讲安尼修。不了了的，哦，那只是在门口徘徊了，入不了门道的，咱就会安尼想啊。那如果讲咱是伫外口徘徊，哦，入不了门道，你在门口徘徊，你没有真正的进来呢，那当然你都唔知讲咩个要阁行落去，哦，还是讲我安尼做到这是对啊？唔对，是有啥物人会当来甲我讲我做的是对，还是我做的是唔对？啊，所以吼，每双较简单，甲咱讲讲，啊，你即马是一个学主，是一个道人啦，啊，一个修道人。那你的家庭吼，啊，你的想法吼，啊，佮你所做的代志，那足侪人赞同你吼，真侪人甲你赞叹、暗赞吼，变作说你的心呢真安定吼，啊，就事拢公商处理的好势。咱家己想要做的头路，一个家庭、囡仔吼，即你拢总感觉讲会真稳定。那安尼吼，你咧学个门就对了吼，因为他不会带你吼到一个不好的境，人讲邪境吼，啊，互咱呢邪，人讲邪力心术，啊，互咱呢吼处迷咧啦吼，啊，是讲要安怎都爱用功德来换善，换因果啦，换人讲开钱来了因果，开大条钱，一届开几百万都爱捐偌济，拄偌济，无咱倾家荡产。无予咱惊骗去，无予咱的家庭无啥啥，安尼到底咧修啥？修到予别人咧看到咱，拢感觉咱头壳唔知是破到第几层的去啊！吼，那有可能讲这个道理有人要听啊！吼，就敢那像吼，咱师兄在安尼问咧讲，啊，较有人吼，啊，打电话去甲问吼，什么款老师？啊，都咱都个听了，感觉讲哇，伊咧算得真准咧吼，咱打电话去甲问。嗯，啊，一个问到哦，拢爱开几啊万，拢讲公妈的问题。然后你呢，无公妈无处理吼，啊，内底拢未顺吼，啊，就是因为咱喏，咱听听咧，啊，就好奇啊，啊，好奇就甲开门，啊，即马开门伊甲你讲讲一山片，换你无做解药，啊，要做就无钱啦吼，啊，要安怎用阁唔是，啊，恁阁无啥信任伊，啊，但是咱如果爱问伊，啊，问到尾就惨嘛，你知无？问到尾心肝解忧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修道人就像我头拄安尼，头前面讲的，你信什么教，你得到了什么，你得到了什么好处，是老师指引对，还是根本基因对，还是咱家己本身的智慧选择对？
如果是你的智慧选择对，应该就不会有错了哈。大部分唔对，拢是咱的地位有问题啦。搁一样就是，咱袂去选别好正甲邪，咱袂去选择正法甲邪法，是因为安尼咱在咧惊唔对啦。你讲是唔是呢？来坐火车来拉萨，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长，往天堂的路太难，终于盼来呀这条天路，像巨龙飞在高原上，穿过草原，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，幸福的歌来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，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，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，盛开在雪山下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跳起那热烈的雪山浪马，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酒呀，醉在神话天堂。高，水有多长，通往天堂的路太难，终于盼来呀这条天路，像巨龙飞在高原上，穿过草原，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。咱来听一段吼，真好听吼。坐火车来拉萨，昨天毕生讲服务电话5916045，无顺利，吉安礼道发挥，终于今日第三天了吼。咱们下晡呢做这个小溪大甘露来做这个吼，啊能够圆满结局。那咱昨天毕生讲呢，感恩吼，咱这个弘道印经会。啊，咱打这个吼《道脉与灵修》这本册，吼、哦，虽然啦吼，啊，咱讲即马的这个册公本会的印啊，拢无俗啦吼，一本拢啊200几块，但是呢，这呢，咱个当作是咱的修学的一个标杆啦吼，里面有足济吼，咱讲道教吼、哦，有很多你想要问的问题啦吼，有一挂呢吼，咱讲东德大师呢吼写一挂吼，咱讲啊，咱对这个灵学啊、道学。吼，内底面呢有一挂吼，较重点的，等予咱呢做一个吼宗教的依归，吼，咱嘛是为这个道宗内底、道藏内底，加吼用一挂吼，咱讲伫咱这个道脉灵修内底，因为你道宗呐要看重点呐，有可能爱去看64册内底，你也真变嘞啦吼，啊，恁就加较集中吼，较集中，咱人较有想要了解，较浅白。较容易入手的，较容易入手的，咱都会当安怎？较会当听，会当看，吼、哦、入手，吼、哦、咱退退安尼，无讲介深，无深到互咱讲安尼，吼、哦、啊四界问，啊所以讲道脉灵修，即嘛印好啊吼、哦，啊咱部分呢已经先上当啊的供应，那明仔载呢吼，
咱顶讲马英庵的这个平安福音，然后咱席开摆桌了吼，啊，希望讲吼，咱呢，吼，和咱做一个酬宾回馈，啊，就是讲咱呢，道歉孙阿姐，恁一年来，吼，2017年都陪伴然后啊，修错，大家互相修经吼，安尼呢，一旦和咱慈天必胜公一年又接了吼，另外2018的开始，那2017的吼，把吼咱的吉安列道这发挥。做一个圆满，啊，接这个2018，就是咱金九年，吼，咱来旺旺啦，吼，旺旺年吼，安尼2018新的这个，吼，咱讲道，吼，已经徛好，安好，啊嘛已经开灯，吼，今日第三天的这个吉安拜道发挥，吼，下晡做个小甘露回向，吼，小甘露就讲吼，咱结界啦，吼，就是讲。在咱庙里，吼，即个所有即个结界内底，有咱的为国捐躯、三军将士，或者讲无主孤魂，即下咱来做一个啥？做一个回向，吼，做一个。咱讲有做天的啦，地一定爱做一挂回向。因呢经动了，因就会来听经嘛，吼。啊，总是呢，人甲无形的同款，拢总是爱有普施啦，吼。人爱用食的嘛，吼。那么因是爱啥？因爱经文，爱母娘。哦，爱道祖，即所谓法师啦，吼、哦、法师，即、这个法师无畏师嘛，是等于吼啊，咱是以大众处于大众啦，吼、哦、取之于大众，取之于吼、哦、咱的道，啊，咱讲咱的即个吼道徒，加咱的道教徒，啊，加咱的吼、哦、咱讲佛道两修的师兄师姐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呢有即个因缘来参与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免去啊管什么款的教门啦，吼、哦。只要大家欢喜，了解，吼、哦、做人啊，就爱圆满安尼尔。啊，人生吼、哦、要做的工课，总是做上天和咱的使命内底面应化的这工课，就是讲吼、哦、多元化的吼，而、哦、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吼道学教化，啊，过来就讲咱对这个万灵啦，有同款的，每年嘛是希望因坐归正道啦吼、哦。所以下晡希望大甘露。那明仔载是礼拜吼，元月七号晚上6点吼，啊，咱来入席。啊，那才4点外遐，就是咱诸天何必贤教宫吼，诸天贤教宫来等来吼，咱讲回乡啦吼。啊，底下有这有做一个吼，全体大团拜。吼，啊，咱的信众啊，咱慈天必胜宫，咱的一挂人讲多多信众，然后啊是讲咱的师兄师姐、同道师兄师姐，我们要把吼、哦、这个大团拜呢吼。哦把它 上天祈祷了哈，2018会当安尼吼，啊，能讲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政，吼、哦，能讲这个吼，能讲这个政治了吼，会当更加政通人和了吼，啊，最主要是讲这个2018呢，会当好安尼，吼、哦，能讲年平安、月吉祥啦，吼、哦，爱会当好这所有众生呢，日日有见财啦，吼、哦，日日有见财。哦，大家呢需要就是这啦吼，安尼讲平安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咱、哦、讲吉祥，吼、哦，大家拢事事吉祥。这就是咱今日吼、哦、要讲的吼，明仔马英，吼、哦，咱呢平安福音，欢迎咱的道亲啊，光临慈天必胜宫，啊，添加一些光彩。哦，过来就是吼、哦，咱的道亲呐是讲有来，安尼道脉相传，咱都有咧学习，有咧静坐，咱要甲结缘，安尼欢迎啦吼。哦因这是吼，咱的弘道印证会吼，啊，咱呢啊，咱感恩的啦吼，咱即届这弘道印证会200、300的吼，啊，拢无要紧，1000、2000的吼，啊来参加这弘道印证会，啊，咱嘛感恩啦吼，咱的啊，何丽美公司迄阵啊呢，甲咱提供到这个化妆品，吼啊用2000块结缘一套，吼，安尼呢等于抹，啊，所以嘛有真济人啦吼，啊来感谢吼。啊，咱的何丽梅这个物件真正是好啦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咱用这个何丽梅啊来感恩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一挂带动的一挂印经，然后终于咱个，吼、哦，道脉与灵修，吼、哦，咱先，吼、哦，咱讲先印好的先提灯，啊，就先迄、那个，啊，咱金刚已经印一批，吼、哦，咱的这个啥，咱的这个经典内底有个挂 CD 啦吼，挂 CD， 吼、哦，啊，内底呢吼，那、哦、有 CD 的，吼、哦，咱就尽量。去个所处，早暗拢会当客相了吼。感恩咱护持弘道印证会的师兄师姐，以及咱吼护持慈天必胜功德，咱的所有师兄师姐非常感恩。
来，咱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然后慈天必生宫的服务电话：591605。咱呢伫手机啊，吼，每箱来个接到吼，啊，几啊通在讲到这个安道了吼，安道没关系吼，你就加这个啥，用传真机也可以吼，因咱的道呢，还佫有长30几，哦，我就讲佫增加啦，佫增36，增36，啊，咱原本的吼已经安到特别完啦，还佫增36粒。啊，咱也是讲哦，当时做一个开灯，啊，咱若要安道，甲正月15进前，吼，还佫有这30几道，还佫会使安的，吼，啊，咱的道亲也要安，拢会使吼。啊，无论是讲哦，咱的事业到了吼，还是讲咱的这个事业要甲加，吼，要甲加一寡能量，吼，咱的吼较袂去用安尼吼，咱讲做生意啦，吼，较袂用关掉，吼，啊，咱讲靠这个事业能量，吼，咱就拜这个事业到。在事业道这边加强，然后啊，那平安稳道真的非常感恩，然后啊，那若要参加主笔道也可以，然后嘛欢迎咱的道亲，还感恩再感恩，然后咱这个功德法会最主要就是啊，要给咱的吼，咱讲积安嘛是等于在做功德，嘛是等于在回向，这功德法会嘛是希望讲大家当有因缘来参与的吼，啊，咱如果那是讲。来讲有拜拜吼，啊，咱有财富美哦，会爱具体。像讲咱啊讲今日又来啦吼，啊，咱服务人员会甲咱提一个啥财富美，就是讲咱伫拜道内底，伊即个财富美吼，啊，咱过年啊，等于吼，咱讲29枚、30枚吼，啊，咱啊讲囡仔要等啊食平安，吼，即财富美内底佫有一个寿米，啊，一包财富米，吼，大家等于吼提等食平安。咱来今日又来，明仔载又来，吼、哦，按要登记爱去索取啦，吼，索取这财富币啊呢。而且再次的感恩，咱的师兄师姐啊，这届吼登来报地会场，把拢真辛苦啦，护持道场嘛真辛苦啦，吼、哦、来感恩。来，今麦来听一段圣曲。这是咱的道教会所灌入的哦，咱的这个道曲然后道曲，嘛是吼国家的演奏，真好听吼、哦。哎，咱的师兄姐咧讲着讲要排除杂念啊吼。要那排除这个杂念哦，因为哦，咱讲坐落啊，正要想啊，那乌白想啦吼，静坐那无扫除杂念，那是要安怎叫做静坐？要那得到禅悦啦吼。所以静坐是由诚心静意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诚心静意是要诚什么心，静什么意啦吼。因为咱啊，甲啥物人啦、啊，温婉啦吼，啊有一挂吼、哦，咱讲想袂开的代志啦吼，啊心肝结归球啦，你讲你要落去静坐，那最好是不要做啦吼、哦。你只要那消化无力，你静坐嘛，等于讲硬坐坐咧，啊你心肝底更是嘛，拢想一挂吼拍车的代志，拍车的代志就讲哦，啊这只的吼，啊感觉真不平安呢哦，啊这你都唔好坐啦吼、哦。所以讲静坐既然是要排除杂念。那一个温啦、啊、温啦、啊，这你拢爱先放掉啦，吼、哦。诚心就是三点水啊，定心嘛，要静意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既然要静心、定心，要悟心、明心，啊，要用静坐来帮助伊啊，吼、哦。是用咱讲坐落迄个时阵要蔓延放下来帮助他，吼、哦。用静坐来帮助，咱排除杂念。啊、既然是要用静坐来帮助咱的排除杂念，啊，要最后要有法度吼，安尼，人讲正念哦，代替妄念，然后以正念吼、哦、来扫除，吼、哦，然后这个杂念呐哪来哪无，最后
会当安尼无迄个念头啦。修行那有法度安尼照迄个步骤，你都有法度得到善愿啦，吼善愿。所以讲吼，咱的家己咧在静心，要安怎去静心？吼，所以讲咱为着吼静坐，要来帮助伊静心、定心、悟心、明心。那么咱家己要净化妄念呢，净化咱家己的执着，吼，把不该留在心目中的，咱不应该留在心中的恩怨呐，吼，这情结，你要放落来啊。吼，咱用咱的心念呐，吼，用咱的心量，养心量，先养心量，不要去跟人家计较了吼。所以讲，你那是要搁计较，那安尼你坐坐呢，吼，静根本就静袂落来。说一念心有障碍啦，就是百障门开。好、哦，你一念心有障碍哦，你的障蔽心缘呐，好、哦，你的障碍都障掉了呀，你都会障蔽心缘。好、哦，如此，如果咱讲咱人哦，痴心啦，吼、哦，迷敌啦，嗔心、痴心、迷敌，哦，咱要定清内在，要用静坐来解众生的病呢。好，真正都较困难了哈。如果说我用静坐来帮助自己，吼，会当呢，吼，咱这种比心愿的这拢开除了后，咱的清心嘛无啊，痴心嘛无啊，这呢，都是用静坐来去，吼，来排解众生的病是内在病啦吼。有的人是真正破病，有的人是心破病、意破病，吼，有的人是念头破病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讲。感悟性者是以感悟之理呢，吼、哦，自己爱如法呢，吼、哦，自己嘛爱如法，你才我都去证，教导我都去坐啦。讲静坐是要返未归真呢，要开启含藏万德的心。难道有法度通往到这个宝地啦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宝地到底是对，就是讲讲静坐要有涅槃念与一念嘛，吼、哦，将所有的妄想放下。心中无杂念妄想，便会当与心性相应，静心嘛吼。所以，每向来听提醒咱的朋友，拾世古今不离当下，心念静，就可开这个灵窍。啊，既然心念那静，就当开这个灵窍。那修行就是第一个，要先了解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掌握自己，然后安尼，咱唔则袂讲吼。啊，伫咱今嘛吼啊。常常在听人在讲，人爱精进哦，爱精进，啊灵嘛爱对咧精进，人爱精进，灵嘛爱对咧精进。人讲善啦，无为而为嘛，以诚待人啦，恶是欺人之义啊，欺人之利。啊，既然是欺人之义又欺人之利，那就是恶心的人，就是讲恶心的人嘛。好、哦，啊那善，啊善当然那是无为而为，以诚待人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万物是由四生演化而来啦，所以咱的四生内底都十生化生啦吼，啊，这个卵生胎生，哦，咱目前拢知影讲身处在这个宇宙的属于，哦，咱即马在这第二空间内底，第一次元、第二空间内底，灵修修持要了解，要了解啥？书即缘灭啦吼，咱若讲咱的书。是无形书啦，吼，灵书，书你去个了解，因咩去个了解？那么呢，吼，咱人要精进，灵嘛要对咧精进，这都无啥物困难啦。书字因咩你拢知，你都无啥物困难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来听一段《龙华会》。
首《龙花会》，咱就甲听一段吼。咱讲人爱悔改吼，什么叫做悔解？人要透过，爱透过智慧的解释、智慧的精进，所以讲人要透过悔解，咱才有法度安怎，才会当吼听。咱讲。听人咧讲的这个道理，你才分得清楚人讲的是啥物款的意思啦吼。因为人讲因果，大家拢是有因果，啊，因为心中无主啊，咱灵性还未开发的时阵吼，因为灵急啦吼，因是就因为咱的灵急，肉体戆啦，啊，拄着困难吼，啊，咱呢吼哭过头也吼，啊，咱到了这神的面头前呢吼。啊，愈哭啊，哭了嘞，到尾啊，安怎？哭了又搁无法度去解决问题的时阵，每次都会躲过、扯过。为虾米？咱是因果来心愈空虚的人，因就是咱心中无主啦吼，灵性还未开发啊，所以呢，咱会感觉讲咱生活真逼迫啊，所以咱呢来到这神的面头前来哭诉，但是哭过了吼，爱着。人就惰性就搁走出来，啊！就即马感觉艰苦，我就哭哭了，感觉有较快活，有较快活，伊嘛是同款搁甲放的。每一届吼，啊哭一届，啊过一届，哭一届，过一届，吼安尼呢？啊，所以咱有个人讲，啊，为什么人工的鼻涕，人工的鼻涕，就是因为啥？咱拢是干那哭哭准拄煞，啊，母娘才感动，哇，真感动，哦，灵气真好，很好。啊，即马来哭哭，有感觉较快活，较舒解啊，啊，等于。哎，如果放个袂记哩，就因咱灵咧急啊，唔只这个这爱吼，伫母牛面头前咧马赛吼，都因为灵咧急啊，咱肉体有个戆戆，那那无拄着困难吼，无踢着铁棒，咱又佫无啥想要去甲精进，无啥想要去甲了解，吼，啊就讲那个拖那个拖，拖到六七十岁啊，六十外外，想要卖。那讲啊，师姐啊，你这师兄，你这年岁有较济啊吼。准讲你要做的代志嘛，已经拢过头去啊。时机无要太难，所以讲修行未使等，有效未使等，做恶事未使等，这拢未使等。因为咱若要等，有可能话咱耽误咱家己啦，啊，耽误我们自己安尼。所以吼，做恶事嘛是未使等。做好人嘛，袂使等吼，啊，你要做做吼，做一个善事。你若讲啊，即届你要存吼，都存足侪钱。不过呢，有拄着啊，啊，你就钱摕袂出来啊。但是等到你想要做的时阵呢，吼，我人阁无啥物机会互你做。为虾米？有个人是当用之急啦。啊，你若无安尼，第一个时阵马上，那有可能然后啊，咱嘛是。人别人咧做咧，咱嘛做袂到啦。你讲是毋是呢？来只讲这个张公家吼，内底面有一个这个因人为善啦，各有善报这故事啦吼。这张公家呢，有一个朋友叫做汪之兰呐，伊想要放弃做医生咧，这个事业，要来改行呢，做太低的吼。来到这个张公家的所在呢，来给他借钱要做本钱。那张公家介好业，吼、哦，但是伊若要甲借钱，伊拢问讲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？你若讲有理由，我就借你安尼。啊，即马这公家呢，就问这个啥？问这个资兰公吼，啊，你是吼借、哦、钱要做活命生理，吼、哦，啊是借钱要做活的生理，啊做啥物活的生理，吼、哦？借钱要做杀生事业拢袂使，意思就讲要救活人的生理，你若要讲救命的，你来甲我借无要紧。因为张素兰呢，想要放弃伊的行业，本来就会做医生，爱的是医生吼、哦，咱讲做了无介顺啦，等于讲破病人较少啦，吼、哦。伊想讲，哇、哦，那看人要做太低的吼，哇、哦，真正咧打工安尼，太低安尼吼。伊看到这个黄蜂的太低。迄个时阵，家业是愈来愈大，愈富愈安尼好，安尼即个黄蜂胎弟读到世上一般人无共呢，伊每年拢将即个胎弟的数目甲记录咧。伫这中元节的时阵吼，不惜花费建立道场做超生发挥，上书吼替因超生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呢，伊唔知影讲吼，人即个像即、這个吼、哦、黄蜂呢，伊虽然是吼、哦。
这座台地的，伊做甲安怎？伊做甲伊知影讲，伊每抬一只地啦，伊都有记录。每一只地啥物时阵甲抬的，然后啊，伊一年到底抬偌济地？但是伫正月十五，啊是二月吼，咱、哦、啊七月半吼，伊、哦、这是三月的时阵吼，拢有照迄个礼节行就对啦，有记录。在中元节的时阵呢，不惜花费建立道场做超生发挥，上书表替人超生。现今的屠夫呢，哪有人肯立志忏悔？哎、啊，伊共款拢对白，伊对白忏悔，因为众生要食啊，这是事业啊，啊，所以讲我只有是做，但是我做，我知影这心灵呢吼，爱互伊解脱。伊既然呢，伫四圣六道做众生，伊必然是这条路，绝对是伊互我抬嘛，共阮抬，互别人抬嘛，共阮抬啊，对无？啊，既然是互我抬，我有甲赚到淡薄仔钱，不过我甲这钱摕来做啥？甲这钱摕来建立这个超度发挥、超生发挥，吼、哦，互因去往生极乐，啊，是讲互因过转做人呢，因才有机会。所以猪互我抬呢，吼、哦，我是每一只什么时阵甲抬，然后啊，我抬偌济只，我绝对拢有记录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什么人吼、哦，会当亲像这黄风讲太低太高安呢？太高讲发挥啊，伊家己自心呢吼，伫个所在呢求忏悔，吼、哦、啊，希望讲这低吼精神会当安怎，会当道生，搁再做人，唔通搁落这畜生道啦，改下低说法，改下低劝化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汪之兰呢，伊做医生做了事业无介好了，伊要去甲这个张公家借钱呢。伊讲啊，你借钱要创啥？你也要救我，要救我人的命。你无够本钱，你来甲我借会使。啊，那借钱吼、哦，要去做这个啥？要做这个杀生业的工课，这个、我钱我都无要借你。啊，所以讲这个主人就甲看不忍啦、啊，讲嗯，啊你也看世间人太幸福的人足济啊。难道只有我一个吗？啊，所以我只个借一个，我要来做本钱，你都嗯。啊，伊就甲张公家讲啊，你甲看人个黄风哦，太低太暗济，太甲规山平个吼。啊，但是人伊嘛是积这么济财富，这么好个咧。哦，为什么？啊，这公家就甲讲啊，伊讲宰杀生物固然真多啦吼，但是要晓得善报的人到底有几个？但我只有看到这个黄风太低呢。此时家业还阁真富足，然而这个黄风呢，这胎弟甲这世上一般人无共，所以伊就甲解释啊。伊每年哦，甲弟仔拢记录落来，所以又做这状元，伊有咧甲这弟做超度，甲这弟呢吼，每一个吼发挥，伊就拢总家己本身亲身伫遐跪拜，亲身伫遐求忏悔就对。啊，这由这个吼，咱讲弟由由来是别人饲的啊。对人类，哦，咱讲人类，那是如果讲啊，无这个物件来吃嘛，袂使。而且每一人咧，家家户户拢有杀生，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这张公家就甲伊讲啊，伊讲家家户户拢有杀生无着，大家拢会家己饲嘛，吼、哦，家己抬。然后必须知伫节日内底特殊的原因呢，才当祭祀天地以享受生命呢。所以咱甲看到杀生，生灵嘛是要靠生命超度呢。所以假使讲吼，啊，咱也用伫个讲啊，咱咧做这个吼、哦，咱讲超度啦、布施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法界伊有需要这个啥，吼、哦，需要这个油分啦吼、哦，就要这个气吼、哦，啊，因都爱干超度，啊嘛，甲好因法度安怎？伫这个伊的畜生道，既然有结着这个恶因啊，落了这四生六道啊，那么就这个与这个吼、哦，咱讲畜生道内底去用抬，伊嘛是五万有人甲超度啊。心灵，所以讲，咱有人讲啊，太低拜，太低多样吼，要来下天公。咱讲啊，天公你个拜青地青羊，吼、哦、啊个吊吊伫遐，佮连迄个啥，连咱讲下平安做酒，伊都只羊啦、猪啦，拢青的，即个叫做生类，袂啥咱就讲生类，牺牲迄个生类。但是遐伫遐伫迄个所在，伊需要迄个气，咱讲妖精地灵吼。山遮地灵，这个气，这个地灵气，伊就需要用安尼落去坐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神明当下呢，伫迄个时阵，伊嘛是爱靠啥？爱靠神明的这个慈悲呢吼，甲这所有生灵，佮继续佮超度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如果若是讲，咱去了解讲吼，这个张公家吼，
伊呢有钱，但伊要招人，一定爱问到一支笔啦。哦，问到讲哦，你必须听我讲，听我劝。吼、哦，那杀生的嘛，要救活人的命会使。吼、哦，伊就是咧讲着这個，伊讲咱人吼、哦、应该安怎，应该用爱用这种吼、哦、善心然后、哦、去对待。啊，尽量卖杀生。啊，你也要杀生，你都爱像黄风安尼。做个安怎，家己伫迄个所在咧，吼，咱讲请导师啦，来甲这所谓心灵咯，做这个发挥，然后伊家己本身伫啊迄个所在求忏悔，啊，这就是讲，我有甲你杀伊，但是我嘛希望你解脱啊，我希望你解脱自在啊，吼、哦，希望你呢，我那离开俗畜生类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来去做人，安尼，啊，互人阁有机会，咱做咱人来世间哦，上解好就是上好修。哦，你要做神、做佛、做鬼，人在你家己选。但是只要你有机会来做人，你自然就安怎，你就有机会啊！你讲是不是呢？啊，所以讲这个戒杀放生，然后讲足侪道理哦，这自然听啊。啊，这个哦，这个自然呢，去啊个听听来讲，金樽教言呐。我原本是一个医生呐，啊，因为欠缺资金呐，所以才想要来改行呢。啊，这个资金都因为无啊，所以讲世经呢，无啥人去看，食袂饱。今日银仔要甲公爷讲呢，吼，你借钱。啊，这个公爷就甲伊讲啦，伊讲啊，小小啊做，只要是救人啦，吼、哦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啦。所以你吼少少啊做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那会当生活安尼就好啦。这公爷吼都继续甲伊讲啦，伊讲世间富贵终有天呐，欲求富贵在心田呐。时时依循本分甲天理，必须会获得富贵，免得受苦受煎呐、啊，免得受苦煎。哦，你的意业是今生所注定的，所以你要勤于学习，哦，仔细研究良方呐，凭着因功来感动上天呐、啊，自然就有好的结果。所以讲啊，做医生你冇带天命来，你爱医人啊。所以讲，有生理无生理拢无要紧，好好啊做啦吼。从医生必须以人命为重，有钱，人讲有钱啊，有钱的人爱医治，无钱的人更加爱医治啦。才袂受着吼，人讲贪利的诱惑，所以愿意借予伊安怎，几千文钱啦，互伊去买一寡较好的医药啊，甲药材啦，去发展伊的医业。以后呢，凡来求医的人，无论钱多钱少，贫穷无钱的病人，嘛会当得到帮助啦吼。所以讲，这种的功德就真大。这公家讲无要紧啊，你无钱用我，无要紧，我钱借你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呢，卖去太低，你赶快去做你的啥，去做你的医生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好好啊做，好好啊做安尼。这就是张公家呢，因人为善啦，善有善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后生赞叹啦，吼，讲戒杀专心不定闲，为公击破暗幽闭啦。多人以德不废口啦，吼、哦！阿人讲口内阴功任妄还呐。还出天必生功吼，咱下晡是两点半吼。哦啊，若有来啦，讲顺应啦、顺便啦吼，自然吼，啊，都然后要请书嘛，无要紧吼，啊，是讲吼，咱哦要来参加吼，咱的这个哦，咱礼拜一天吼，礼拜一天吼，咱下晡时啦吼，四点半至五点，哦，四点至五点这个时间要做这个团拜，啊，六点呢就是咱的平安福宴啦吼，那欢迎咱的道亲啦吼，光临慈天必生宫平安福宴。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来食平安啦！我唔是食足好啦，最主要是坐咧做位迄个气，吼、哦，互咱母娘看，互咱的道祖看，我遮尼侪道将咧吼，然后有参加阿妈会啊，当来红香啦吼、哦，一条清香通法界啦吼、哦，香烟缭绕就通天台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三清道祖降临来，啊，咱的教祖甲咱束缚并消灾啦吼、哦，这是咱道教独有的科技，吉安礼道。雕拜咱家己的元神本命星啦吼，讲元神本命啦愈旺，啊咱的事业就愈好；元神本命啦愈旺愈在，咱的命运愈光彩啦吼，自然就较袂搞破病啦，啊嘛较袂讲哦，像人咧讲去卡阴磨煞啦吼，
虽然讲雕拜咱家己元神本命星，就是咧讲拜道、雕金礼道，就是拜咱家己自己的本命。啊，咱的本命呐光明，自然呢思想观的光明，然后家运的光明。所以咱若要用家运道，还是事业道，或咱拢欢迎咱的道亲呐吼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梅香做服务的，好，梅香的手机是0926938045，然后哦，啊，咱直接来给梅香，梅香就给你处理了吼。0926938045，啊是吼，咱直接要卡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然后今天是拜六周休，然后啊，无论是天气也好歹，然后拢欢迎吼，因为咱即嘛吼已经。倒下按落呀吼，安尼无多按起啦吼，所以咱只有一个按一个铺面啊吼，啊倒下按落呀，就是差不多要100多的当中呢吼，嘛是着爱有这么侪道亲来光临慈天必胜宫，啊咱路呢吼，那较远的咱就较提早出门，提早行，停车呢尽量甲停在路的两边啦吼，啊咱呢因为这个慈天现教宫呢，要入来用游览车，可能还佫留一个游览车位的西这个所在啦吼。所以咱就提早来，吼、哦，咱的停车也较方便停啦吼。伫咱宫的宫后，这条嘛真大条，停两边安尼吼。所以直接甲咱报告啦吼。咱也要来吼参加咱慈天必胜宫的平安福宴，嘛欢迎咱的道亲呢提早出门啦吼，6点入室啦吼。团拜的时间是4:30至5点安尼，伫遮呢祝福大家，吉祥平安。咱无顺利，吉安礼道发挥。今日下晡吼，啊，就是做四项大甘露，就等于是咱的发挥圆满啦吼。那么一再去呢吼，全部吼，咱有参加，咱的道亲，咱咧做一个上表的科仪啦吼，啊，就讲上疏啦吼。啊，上所向南天文师傅去禀报，然后咱有这么多人在这安道呢。再一次的感恩，咱的师兄师姐的护持，慈天必胜宫感谢啊，咱的同道各宫各堂的兄弟姊妹啊，赞助然后哦，赞助光彩安尼哦，感恩。而且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